这边水壶的。啊，水壶的。再来搞扑克的。给我往里边。往里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大门口啊。啊，给我的时间。我也要不跟老吴也去上班了，等下。我等下是一股个什么鸡哦，这是刚刚我先把它都再看一摸。那是要蹦卡这个先装去了，啊，价格可以这样，帮你烧出来了。还是那滚，一点么做的。漂亮，一点放窗窗户。啊，这个是。缺了个盖，没有个盖子啊！啊，盖子没有了。东西是老东西，东西是民国时期的，那个是红彩花油，花油的，只有一个啊，还有没有多的？啊这个、没有，先你给他先一包的，没那个时候那个写的没牛是。还是啊，还年轻人就不一把都不安好，不保管了。这个东西只缺了个盖，哎，当然是没问题。你怎么弄的价格啊？价格是。你去了好多钱了？这个两三百块可以吗？三百块是太少了吧？太少了。那个古董的，十六个古董是个古董是这个东西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东西它比较粗糙，也不是官窑的，是这是民窑的。那假如有个盖子的话，是价格呢，可以多的可以多拿一点。嗯。这个呢，你假如要是价位合适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拿下。你还价格你自己考虑一下，这点多少钱了？给你这一点是1400多块钱。1400块钱，价格还是贵了。最低啊？嗯，最低得1800块钱。1800块钱。这个呢，500块钱了，500块钱你要。500块钱。这个东西本来要不那么值钱嘛，要五百，现在你。要怎么讲，在家里要买东西的话，买大米都要买个几包嘞。拿来我的做的。你说个这时间不用，我要你要说的后底的话，我就给他拉住。那你看你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最少他18倍，收他18倍。现在，好了，600块钱，看能不能可以。600块钱可以的话，我就给他拉住。我现在也砸钱也是真的很难砸钱。那我。不卖的，不卖，我就说了啊，反正也这个砸不到钱了，哎。砸起，砸钱到底的。砸起，现在很难砸钱，也可以的话600块钱，看你怎么搞，看怎么考虑一下。啊，600，600也可以，600。要你有微信吗？发微信吗？发微信。微信我发给你。到底余额呢？余额在家吧？余额是有一次在家。这个锅子呢是民国的东西，价格来讲呢，确实是贵了一点。那是用火星价来讲的话，是可能砸钱砸死还是会拿，那是升值空间还是有的啊。以后，搜索一下，搜索一段时间，以后还是有空间的啊，有利润的。民国的那个的。